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看新动力600国际台，让历史照亮现实，让今天看清方向。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，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大事发生。在113年前的今天，1907年9月10日，英国政府赋予了新西兰自治领的地位。1769年，英国海军舰长 James Cook 以及他的船员成为首次踏足新西兰土地的欧洲人。1840年2月6日，毛利人和英国王室在岛屿湾的怀德堂伊镇签署了怀唐伊条约，该条约使新西兰成为王室附属的一个殖民地，继而于1856年成为英国的自治殖民地，1997年成为了自治区，一直到1947年完全独立。回望历史，请见今日，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，世界触手可及。